所以一路接一路充满。好的，因为他们面对这个资源不足的问题，也面对这个基金的问题，所以很难去操作。但是他们都非常的坚持，在这个这么困难的这个期间呢，他们也坚持继续的协助这班老人家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精神呢非常的重要。那么直到他们现在有另外一个更大的这个计划，要扩大他们的这个中心。那么如果一旦这个中心能够落实的话，肯定会协助到当地更多的人，有需要的人。那么本次我们的芙蓉国议员，还有宜兰区州议员、当地的国州议员，都支持这个努力，还有这个中心，所以我也会协助这个筹款的运动，还有这个建这个老人院的中心的计划。那么我先拨出50,000元给这个中心。建筑费，但是肯定还有很多的需要，那么我也会尽我的能力去协助他们筹款，来确保尽快的落实这个中心。